花莲四月份强震过后，日本参议员森雅子在日前特别搭机来台，除了访视灾区现场，向灾民们表达深切的慰问，也拜会了花莲县政府和县长徐祯蔚，互相交流灾害应变处置经验，并期待两地间能有更紧密的观光、农业等多元发展。0403强震重创花莲，日本参议员森雅子日前特别在山石建设社长荣泽康成的陪同之下搭机来台，除了造访花莲灾区现场，向灾民们表达深切的关怀之意，随后也前往拜会花莲县政府，会中参议员森雅子和县长徐祯蔚除了相互交流日本与台湾的灾害应变经验之外，也洽谈福岛花莲包机的可能性。参议员表示将积极全力协助促成，如果有连结两国赈灾地点的航线，相信会有许多人感兴趣。双方更商谈了花莲农特产品进驻日本商场事宜，期盼透过双方共同合作，相互宣传行销，创造产业商机，让花莲走向国际，世界走向花莲。记者徐丽琴，花莲市报道。